清蒸鲈鱼怎样做才好吃呢？准备一只3块钱的鲈鱼，背部改刀，加葱姜水，里外涂抹均匀腌制10分钟，盘内铺上姜片，放上鲈鱼，水开蒸6至8分钟，倒掉蒸出来的汤汁，放上葱姜辣椒丝，淋上热油激发香味，最后淋上蒸鱼豉油，美味极成。